明白了。还没到，还没到。阿丹姐，要不要搞？他们还没到哦，我看一下手机，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说什么。这个时间开的啊，是他们变晚了，是他们变晚了，我都这个时间开的。他会来啊？那个蛋姐可能够打分钟吧，我看见，可能够开车。教官早，我去找。对，是啊。对啊，那个我会比较早开。我觉得我还好，我没有比较早开啊，我都固定时间呢、啊。
姐还是蛋姐？哎、欸，我坐停留来，我定位啊。哦。什么物件？什么什么物件？最后时阵啊，佫叫我来，我来讲恁了困。哦，诶。哦，因为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端午节吧。啊。端午节迄无啊多，因为端午节无鱼仔通我买。啊，无你就讲，我无叫我莫来咯，佫叫我来，我来讲恁了困。靠腰嘛。我甲问因姐，问伊了困啊，最后，讲靠腰，佫叫我来。我把住你啊，讲啊，你都刚起来啊，那我要来旅游。现在我传你这个应该是会来排，佮开车就可以。我惊伊载，我惊伊载伤侪货来。嗯，有可能贴较侪货，有当时贴较侪货，贴较侪货就讲我出门。佮我对鱼池离开啦，伊也贴较侪货，就讲我，讲我对鱼池离开。伊因为伊拢对鱼池啊、保险鱼池啊过来。哎呀，跳个这一回吼，就爱个久。好，好声的嘛，对吧？好声对吧？来啊，来啊！哎呦，来啊啦！这是谁？只有两个人哦，啊？只有两个人哦。还可以，早安，陈玉珍早 ，New York 邱你好，嘉文你好 ，Grace 你好。你要看，现场人山人海啊，你。秋哥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秋哥会来啊。地分长，反正一共下。几人到？三百一到，安门一。龙七早，七月早。哎，七龙啊，你今有提莫个话到？靠你啊，我那是什么话句啊？有啦。好有啊。姐妹，甲你做文文呢，佫叫我来滴，结果嘛是叫困。
我刚才讲的。叫几下去买，逐个买，搁带一个人来买。我看下人多呢，来人去抢呢，人够多，吼。这张，这张迄个就是，这台比迄个听讲，迄个比较都大，都大张。安尼啊，嗯，迄个。好像也比较多大。哎，阵容。慢慢找，那我先去买早餐哦。你要问信宏有多少出锅啊？你要全扫。应该是说你要多少秋瓜，他就帮你叫货。心想现在秋瓜他不会进，可能就是不便宜。他现在那边没有秋瓜了，又难找。那看你要多少秋瓜，他可以帮你找。鱼鳞一找。我先去买早餐。有吃烤肉饭啊？吼，爽哦！振龙，顶礼拜无伊无，顶礼拜也你袂记得对无？顶礼拜也你袂记得对无？顶礼拜也你袂记得对无？也你袂记得啊？也顶礼拜都是小兵少龙啊，赶来。阿健有开条。啊，无够三百，搁再切一块。有啊，三百，迄个三百，对。今差不多我看一下，伊今日五点半，现在五点三十到。嗯，不过顶礼拜拢哦，顶礼拜六点啊。安尼啊。伊顶礼拜讲，有代志跟我讲，今日有甲等一挂。我开了一阵，差不多五分钟就到。有啦，我快点来，都等你三早两点了，对吧？对啊，时间较早到。对啊，我正出门听着讲啊。啊，你们那多少钱啊？我一个中年大学遐，哦，是啊，那是算国公。乔太，你知无？乔太，你知无？乔太公专哦。嗯，乔太，我觉乔太，迄个算公专了，还是什么专？我一个住喺乔太边啊。那真啊，几斤啊啦？我来遮差不多十三分钟。我一快公交都快，那车嘛都十通分。你讲你多少？我当半个快公交都到啊。哦，就这样。啊，都背过啦，背过就可以啦，只要看过就一分钟头。这是吗？我车。余桂芳早，先跟我去买早餐一下。我先去买早餐，等一下再过来。我们先拿了摄影机去买早餐。买早顿，买早顿。咱先来买阿辉豆奶，阿辉豆浆。
来先买早餐，看一下有什么。我看一下。肉包有了吗？有。两个肉包，还有一个。米浆有新的吗？一杯。一杯。好，那两个肉包，一杯米浆。好。一杯给你。好，再一个猪肉蛋包。再一个萝卜糕。回去了，买完早餐了。那个很多的 YouTube 就是这样拍片的，买早餐。然后很多人很奇怪，看人家买早餐他也开心，看人家吃早餐他也开心。太早，早安练眼镜啊，对啊，玉珍早，秀丽早，聂泉早，明王早，宜君早。高，高级入门的高。谢谢你啊，拜拜。